就跟之前一样啊，其实就跟之前一样，我之前也是一模一样啊，一样的 debuff， 一样的 buff， 然后一样有魔术师啊、没有转欸，那时候还没有转欸，没有，我那时候还有狂暴的，就一样的东西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的地上就有团队用一样对我打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再打一次。我是觉得这队有望啊，我是觉得这队有望。有可能是变菜了，我不知道啊，之前打过啊，真心一模一样。除了当时的没有狂暴转王，对，没有狂暴转王以外，一样有魔术师，一样有狮子。有可能是他老了、这么快就有那个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先存钱？先不要做任何动作。原正变态 RD 官方方火，官方活生生端走伤害，你单纯被暗改有没有？那不会啦，不会到暗改那么过分吧？暗改这队干什么？好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我就存钱，然后等一下等狮子吼，狮子吼完，我再全招，等狮子吼完瞬间我就全招给转王，这样没什么用。会这样改，官方也就应该也不会留这种后门吧，留这种后门多麻烦。这人觉得太简单了，你说的是现在当下在版本内偷暗改，那个太夸张了，对啊，没更新就改，拖把能力九七来了，真的，最鸡巴的王都出现了，真的，真他妈的，六星地震，妈震下去很痛。如果地震的伤害可以星数叠加就好，就每一个地震都是这样子的伤害，我觉得这样蛮恶心的。我累积星数有多少，我的一个地震伤害就是多少，感觉这样也不错，感觉这样也不错。PP 最精彩的，对吧？只是 PP 一了，哦，三只史莱姆，狂暴魔术师最凶，因为他血量无上限，你没有第一时间把他打掉，你就没了。嗨，大头，玩大头，嗨，期待，玩期待，玩玩玩，我们赶快打一打哦，干，哇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魔术师上去，上去，有了四星原子，两个一星的合掉，
来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死掉！不急不急，玩这个游戏会拿最高，飞局这个比较难一点，这已经是这个游戏算是挑战性最高的东西。应该很慢，对啊，真的很慢。五只王，四只，四只，四只。转一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不用压怪，我们不用压怪，结束这个，对啊，我刚刚结束它，好干。抽贼烟，看你过关，谢，可以了。现在人数比较少，我可以比较专心的在游戏内。我觉得我刚一星就不应该服，不如活这个游戏。但是现在好像不用动。对啦，你看像这样就不用合啊。阿弟不合理的几率还不够七八。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又少合一次。反正我合的次数越少，我的钱就越多啊。对啊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难看，不会啊，看我觉得不会这个，等我这个打过了我就不会撤，我不要去撤那东西，五星五星，五星六星，就像是你已经买了一个东西了，你就不要再去看那个东西未来的折价。你只是让自己难过而已，他没看也没差，对不对？看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没有目的，没有目的。我还在开，对啊，我想打，我打累了，来看表演。过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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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，地震转光，好像有点事。84回合，那只死得了吗？23K 可以，有师哎、欸，魔术师，好了，给你炸了，好了，我先，我两个六星，15号不会，干，你都玩 RO 那么久了，你会兴奋？小朋友会为了一个更新兴奋？不要啦，到时候失望，我跟你讲，不过就是个更新。想当年，如果年纪还小的我，可能会觉得有点开心。都已经被残害那么多次了，你还会兴奋？心如死灰，就是现实了一点而已。准备要钱钱吗？对啊，没有钱，没有钱就不要兴奋，真的。玩 RO 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氪个万把块，活动没有，不要兴奋。对啊。不要兴奋啊，不要兴奋啊，我有说活动兴奋吗？哎、欸、你没讲啊，但是我就当做你是这样子。来投我转我三过，真的不行了，真的真的不用兴奋啊，就是该过的事情慢慢过啊，还不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还不是一样。1166444，这对刚过了，可我觉得应该是过得了啦。我的心静下来，然后慢慢玩，应该是过得了啦，应该是过得了，应该是过得了。RO 的活动不用兴奋，也不是说它不好，但是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不是大客的，真的是轻松就好了，对啊，佛系就好了，没有说它不好，真的没有说它不好。来喽，要来喽，要下去喽。可以。哇，先不要动，还要再被轰。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跟我的队伍发生什么事情？奖旗，奖旗最好是一般人能骑啊。
对啊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还有机会。当你想起，到时候不给你。早安，念完书啊，那个男人。早安，早安。开始，现在有点小认真。开始，我只有看到你。29个月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又一只狮子，我的天！先不招彩了，先不招彩，先不招彩。1、2、3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乖，乖你乖，狮子你乖，狮子你乖，乖哦乖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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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还行，等我成长一下，长上去长上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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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局了，你看稳下来，这局稳下来就多稳了。跟你讲，刚刚都做效果啊，跟大家聊天的，好不好？不想让大家太无聊，真的。我还有20000多块，哦，拜托，这怎么输？对不对？这怎么输？前面魔术师嘛，对不对？还行啊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5星、4星，先上5星、6星原子，可以。来装过，好过了。玩一玩，要睡了，赶快先睡吧，先睡吧，先睡吧。就说啦，我是有那种直播杀的，好不好？我只要直播就像智障一样，但是不要直播就 OK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可以啦，我有28000欸，拜托，你狮子吼我，我也不怕。来啦，来啦，压力哟，压力哟，吼我一下，欸，你不要全吼，你那全吼我很尴尬。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干，刚那个招，他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那要是这个，好，对。我现在召唤一颗有点贵，我还有2只网要打，不要紧张，就算是2只网，我还是要什么？我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什么？史莱姆还可以，过得了，过得了，你们就当我在自言自语。我已经，等一下，可以，我操！5星不行，2星、3星，过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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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对，我可以直接叫，完全没有叫。哦，妈的嘞，干他妈的！过了啦，慢慢来就好了啦，不要急就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刚刚就不知道在急什么，对不对？地震原子，对不对？轻松，14000还有哦呵呵。原子小丑双成长，那个沙图160分，好，结束，来吧，正式哦。反正正式打3局嘛，我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一队可以过。OK， 我不动了，真的，我就用这队打到底了，我再也不测试其他队了，其他队能过不过不关我的事了，真的不关我的事了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到满分。